Oh, no. It's okay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艾比，欢迎回到艾比的微醺酒馆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要用之前买的格兰杰全线，根据它们不同的味道，教大家调适合它们的又经典又好喝的威士忌鸡尾酒。这样大家因为我入坑的格兰杰，就不用只是纯喝，就可以变着花样喝了，是不是很爱我呀？那你们会说，我一套酒拍2个节目，是不是艾比没有钱买酒？我跟你讲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，不是，是。所以，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艾比，欢迎来到艾比的微醺酒馆。话到七分，酒至微醺，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。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格兰杰十年来调一个 Whisky Smash。 Smash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它捣乱的意思，其实就是威士忌捣乱。做法非常简单，你要用到的材料有6片这样的柠檬片，几小撮薄荷，这是简单糖浆。你没有糖浆的话呢，也可以在家自己做，就是1:1的白糖。然后就是这个十年的格兰杰。为什么我用到十年的格兰杰呢？因为它是比较入门款，很适合来做这种夏日饮品啊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哦，威士忌调酒是不是就是那种冬天喝的，比较冷的时候喝？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个适合夏天喝的威士忌鸡尾酒，十分清爽。那首先我们放入6片这个柠檬片，我大概用到6-7片就好了。然后选一个比较好看，等会做装饰就你了。拿出我们家的祖传擀面杖，哇，天哪，溅出来了！你轻轻的擀一下柠檬汁，加入大概15毫升的简单糖浆，再加入我们的格兰杰十年60毫升，就是两个勺。那拿一个 shaker， 把我们刚刚调的这些都倒进去。哇，摇得我好热啊！我会把这些冰一起都倒到这个杯子里面，这样喝就比较夏日一些，也是这个 Whisky Smash 的喝法，就把所有的倒到这里，把柠檬块也倒进去，呜，好清爽，放上就好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对，我觉得今天试喝完，我可能真的pass out。 那我们来试一下用这个格兰杰十年做的这一款 Whisky Smash 威士忌捣乱。哇，真的，最近喝了太多 Mojito， 这个简直秒杀 Mojito 的味道。有些人跟我说他可能一开始喝不习惯威士忌，这款就是非常好的调酒款，特别清爽，适合夏天，适合可爱的萌妹子们。太爽了，太舒服了，那个酸那个甜，再加上这威士忌的果香，我们现在要用格兰杰的12年雪莉桶来调一杯我最最最爱的鸡尾酒，叫做古典 Old Fashion。 而且这个配方呢，是我当时住在洛杉矶的时候经常去的一家威士忌酒吧，叫 Seven Grand 那边学的。如果现在我这一辈子只能喝一款鸡尾酒的话，我应该会选 Old Fashion。 哎，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们这辈子只能再喝一款鸡尾酒，你们会喝什么？打在上面。如果同意是 Old Fashion 的请扣一。那做 Old Fashion 真的非常简单，但是要做得好非常难。但是这个配方我是一直研究一直打磨。那我们需要呢，就是威士忌，然后这种 bitter， 还有一些黑糖，如果你没有黑糖用方糖也可以，柠檬跟橙子来做 garnish。 一般呢很多人都只会用柠檬，但是我喜欢跟橙子一起用。首先我们拿一个杯子加入糖，因为我不太喜欢甜，所以我就加这么一点点就好了。如果大家比较喜欢甜的话，可以加多一点点。那我们里面滴大概7滴的 bitter， 然后诀窍来了。我看 Seven Grand 他们呢是会往里面加一点点的气泡水来做这个融化，可以往里面加一点，然后拿起我们的祖传擀面杖打碎，这样它会融化的快一些。加入我们第一 shot whiskey， 我喜欢把它分开加，我不会一起把它加进去。第一 shot whiskey 是我想让它好好跟 bitter 跟黑糖融合在一起。在杯子里加入第一 shot， 然
拿把勺把它融化。哦，说到为什么我用这个雪利桶，因为这个雪利桶它酒精度是高一点，是43度，所以你在做 old fashion 的时候，不管你用的是波板啊还是什么的，选择酒精度高一些。而且这个雪利桶呢，它主要的口味是有一点点辣，所以跟古典这个味道就非常合适。你要把糖都搅融化，不然等会口感都不好。加入我们冰块，我最近真的爱死这个冰模具了。但是我看到在 B 站很多人用那个手做冰，太厉害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到达那种程度啊？把冰放进去。那把冰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才放第二 shot 的 whisky， 这个很重要，就不要让它水融得那么快。先让它融化一下，然后加入第二 shot whisky。我经常会晚上睡觉前自己挑一杯古典喝。稍微的融化一点。现在我们要做 garnish 橙子，把它的皮给取下来，那把一些橙油挤在这个杯边边上面，然后再拿我们的柠檬，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棒。我就是在 Seven Grand 学的这一招，我感觉味道跟层次都提升了一个等级。好，我们的古典就完成了。那我们来试试用格兰杰十二年雪利桶调的我的最爱 Old Fashion。 就算现在是大下午，我都觉得这个 Old Fashion 都喝得我感动，真的是太好喝了。大家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配方做的 Old Fashion Perfect， 一定要柠檬皮跟橙子皮一起放。古典就是古典，永远的经典。格兰杰贵腐桶来调一个威士忌酸 Whisky Sour， 我们用到的材料有威士忌、鸡蛋。以前我一直以为鸡蛋调的鸡尾酒都会一股腥味，但是它出来其实是奶味奶味的，非常适合女生喝。你们以后去酒吧可以试着点，是不是都已经喝腻了莫奇朵？我们还要用到简单糖浆、我们的 Bitter 苦艾，还有半个柠檬，在我们 Shaker 里面加入60毫升的威士忌。现在这个时候不要放冰，我们摇完第一次干摇之后再放冰，然后大概15毫升的简单糖浆，大概我会放6到7滴的 bitter 吧，半个柠檬，榨成汁放。为什么我会用到格兰杰这个贵腐桶来做这个 whisky sour？ 因为它这一款其实是比较甜一点，而且有很明显的那个蜂蜜跟杏子的味道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的中和了这个柠檬的酸，而且也会比较适合女生喝了。来表演单手打鸡蛋，算了，我们今天不表演，下次再说。我放了我们的蛋清，蛋清就好。我感觉蛋黄都翻进去了。Anyways， 破了破了破了。啊 ，It's okay。那有些人会把这个弹簧要给拆进来放到里面去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拆了我很难装回去，我就拿了一个我们做运动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那放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是让它能更好的混合，就跟打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给它一个干摇，先干摇，不加任何冰哦。来，是不是它已经开始变白色？好，摇的差不多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往里面加冰，进行我们第二次摇晃。这一个威士忌酸就是要好好摇，不然等会它的味道就不太好。再给它摇一次，你看现在已经是这种奶白奶白，我第一次喝我都不知道他们加了鸡蛋，你知道吗？好有食欲啊这个。Whisky Sour 就完成了。Cheers。我们来试试用这个苏袋桶甜酒桶做的这个威士忌酸。感觉有点像那种牛奶慕斯，因为上面都是泡泡。这个奶香奶香的味道一点腥都没有，完完全全不腥，是甜的奶香，有点像那种旺仔牛奶的口感。而且再加上这个甜酒桶，它其实有一点蜂蜜的味道，它很好的带出这个蜂蜜的花香。
而且这个多容易调，你在家随便都可以做出这些非常经典的威士忌调酒。那我们用格兰杰14年的波特桶来做一款曼哈顿，曼哈顿跟马提尼这两款真的是调酒界中的经典的经典。那其实马提尼跟曼哈顿这种酒呢，跟纯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所以选一个好一点的威士忌也不会觉得心疼。那曼哈顿的材料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的威士忌、甜的 vermouth。还有我们的 bitter 和橙子，十分简单。那什么是 vermouth 呢？ vermouth 其实它也是一种葡萄酒，但是它酒精度比较高，它是会浸泡很多那种芳香植物的材料，所以这个是充满那种各种植物的香料的味道。我最近真的非常迷 martini， 什么 dirty martini， 各种各样的 martini。 这里有喜欢喝劲酒的朋友吗？喜欢的给我扣一，我可以做一期科普一下劲酒，教大家调一下 Ivy 的上天上头版 martini， 要看的扣一。首先我们往里面加入60毫升的威士忌，加入大概6-7滴的 bitter。那这个 sweet vermouth 呢，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加太多的，所以会加大概15-20毫升。那有些人曼哈顿喜欢摇的，但是我就喜欢搅一搅就好了。我平时做马提尼也是这样子的，让它们好好融合一下，大概25秒。我们用我们的 strainer。浇一块陈皮作为装饰，也是一样挤一点陈油在里面。好了，我们的曼哈顿就做好了。用14年波特桶调的曼哈顿来试一下，曼哈顿真的就太经典了。哇，这个适合男生喝，特别的有酒精，因为那个 vermouth 它其实是也有酒精度的，这两个加在一起好喝，而且那橙子的味道，那橙皮那个橙油的味道，感动，好喝，这些都好好喝。等会拍完我就有4款可以喝。好啦，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你最想试的是哪一款威士忌鸡尾酒呢？是 Whiskey Smash、 Old Fashioned Whiskey Sour 还是 Manhattan 呢？在上方屏幕打给我吧。想看更多这样的调酒视频，别忘了给我留言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我已经有点晕了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我还是喝我的 Old Fashion。美酒既是艺术，也是生活。关注 Ivy 的微醺酒馆，带你品味乐趣人生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